我有很多问号，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看着墙壁里玩的 ABC。 我是我开大大的飞机，听得到一台旧旧录音机，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，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跑得比别人高，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你的未来音乐是你的王牌，那王牌谈个恋爱，而我不想把你教坏，还是听妈妈的话吧，王牛再恋爱吧。我知道你未来的路大，那比我更清楚。你看学习的同学在书包上面写东写西，然后建议在后线慢慢会有空读书，有空读书就会从我这边写出。不像你说到教你有空读书，妈妈只给你的毛衣，你要好好的收着，不然你清洁大的时候，上次他我还流着泪了。我明早做了饭，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着生活的喜迷爸爸。我做不到你旁边下的情绪，千万不要想人，因为过当你会在这场世界的，你会开始想流行歌，因为张学友准备开始唱吻别。妈妈的话，